这应该是目前为用品的东西，那将来在它还没有公告实施的时候，我们还是用现在的标准，就是有几项几项是几分的。倘使将来，它实施这个办法，而且是强制的话呢，你们可能就不摆这个东西。但是旅客跟你索取的时候呢，不管收费或不收费，你就必须要有，因为有些人在旅行当中，它的方便性是要有的啊，可是。在这个还没实施之前呢，我们就用这个项目来做啊。好，其他的卫浴设备，4项5项，总共是有多少的？这个是有分数，总共最高是到5分啊。这是有哪些东西呢？包括吹风机、放大镜、储物的浴镜、挂衣钩，然后安全插座、化妆椅或体重计等啊。好。第九项是安全设施，就是贵重物品的保存、保险箱。那这里面最后的两项，这个是在接待的柜台有保管的设施，或是有中央保险箱室。很多的旅馆会跟我讲说：“苏老师，我在房间已经有保险箱，为什么大厅里面有保险箱？”很多的国际旅客他来这边展示东西、珠宝，或是有比较中大型的这个设备，它房间里面的保险箱是摆不进去的。那在大厅的保险箱，它就有不同的尺寸可以摆这个东西，用双钥匙的，有监视器的。那这个大厅的中央的保险箱就是它的重要的哈。好，这最高是5分。客房楼层电梯管制就是从你地下停车场上来，然后呢，要到客房去。是用人员管制的呢，还是用房管制的啊？这最高分是有5分。下面一个是安全的人员，保全人员有没有在大厅？在楼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人在巡走？啊，这个是有5分的啊。
然后安全监控就是你有没有监视器，电梯里面呢、啊、走道啦、主要的入口啦、户外停车场的地方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这总共是有五分啊，全部加起来总共是有500分啊。那我们上半场呢，我们先把建筑设备的地方呢，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休息5分钟，那我们再回来讲服务的项目。那请大家把刚才我讲的东西，你有不明了的想要问的，你现在就可以先记下来，你甚至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打字进来。那等一下我们会同问同答，那没有的话呢，最后你也可以举手发言，那可以用语音的来跟我们交换意见这样子。那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大家。喂，这样子 ，OK。然后现在就跟他们下去，你说什么露出来？订房开始到他入住，然后藏所有的设施跟餐厅，然后结账出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东西。那服务的项目就相对的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啊、它总共有11项。它的配分是加起来总共是500分，那我就逐项的跟大家来做说明。第一个是总机的服务，总共有30分。然后呢，它的项目是比较细的哈。那从我先说明哈，这里面其实总机、柜台、餐厅、房务部、客房餐饮，所有的项目里面都会有个接电话的这个分数，每一个都有。包括转接或者是挂电话，前面的这个接听的礼貌或者重复客人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有。所以各位，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电话礼仪做好，其实你的分数就跟刚才讲的那个清洁维护做好，你很多的基本分就会有了哦，所以不难，但是你要全面性的。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单位就必须要有你的柜台、你的订房、你的总机、你的房务、你的餐饮服务，或者你有休闲的，他都会接到电话的。因为我们的委员就会以客人的角度去试你的所有的电话礼仪啊，所以这个加起来分数大概也有60分左右。刚才那个有40-50分，加起来就100分了。所以有10%是跟你的设备是没有关系的，是只要你加强训练，你的员工有认同，而且这是客人是绝对会去接触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在做说明啊、员工是否在铃响三声之内接电话？4响以上0分，3响的1分，2响以内的是2分。那你说老师，那假如说刚好我那个单位那个时候没人在或者在忙没有接，
请大家放心，我们的委员都会多试几次，只要他不会说一次就定你生死了。你这个地方超过四项，他可能早上他下午再试一次，第一天没有，他第二天他会再试一次，绝对是慈悲心的，不会故意是找麻烦的这样子哈。那为什么用三项做定义呢？我们在柜台跟客人面对面服务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你的你在忙啊、你有跟他点头致意说我马上就跟你来服务你的，他就不会在意。可是在电话上的客人就看不到你是不是在忙，有没有人在值班，所以我们就把三响当作是一个标准，因为四响以上他就说没人在的，这个服务不好的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来设定的啊。第一个，第二个，员工接听电话是有电话礼仪啊，有没有问早安、午安、晚安啊？第三个就是有没有愉快的感觉啊？讲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热情的啊？跟你讲话的语调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有两分。有没有表明自己的姓名跟服务单位？总机您好，毕姓苏，很高兴为您服务。这一定要讲清楚，否则他可能打错地方了。第五，接听电话礼貌，问客人所需的，很高兴为您服务。英语的说 ，May I help you? How may I help you? 这就有一分。第六，口齿是否清晰？有些台呼就是你讲说，总机您好，毕姓苏，很高兴为您服务。你每天都在讲。你讲得很快，客人听不见了，速度太快，口齿不清，那就会分数就会低、员工讲电话时有没有避免周遭的吵杂声音或是干扰？大家注意哈，这是总机，总机应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接电话，其实他应该是在一个密闭的接电话的地方，或是他应该有隔板的，他可能是用挂耳式的这个话机在跟你讲话的，所以他不应该是有杂音的。假如是柜台的人接电话，前面会有客人，旁边有人在提醒你，有的主管跟他讲话的，他就会有吵杂的声音、所以总机这个画质周围的声音它是有两分的、有没有具备外语的能力有一分、所以委员会用英语，主要用英语，可是假如你的饭店的客人最多的是日语的话呢，他会用日语来问一下、好，员工是否确认客人的姓名，外线他比较不会问你的名字，可是我们会在房间里面打电话给你，不管是叫 morning call 要你转接电话、转接电梯、餐厅，这个时候他必要能够叫客人的名字，因为他是房客、外线就比较难。有没有用敬语来叫客人呢？就是您、或者有礼貌的话，请、麻烦、谢谢。员工在转接电话是否迅速？因为他是总机，他要转业务部、人资部，要转餐厅找宣传中心，他是不是很清楚的？是他的专业知识。好，下一个是转接电话是否适当，就是他是不是客人也说我帮你转接啊，不能就转过去了，也不可以说没讲就转过去了，一定说我现在帮你转接，客人说好。好了以后再转接，这叫转接电话的时机是否适当、转接是否成功，这里面因为 接了很多的电话，是不是每次都转成功、跟你的专业技术或者你的机台是有关系的。好，会等待，音乐是不是好听的，这有两分、Morning call 是否准时，那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三分、三分钟之内叫做准时，一分钟之内是三分钟之内是可以允许的，然后一分钟之内就会满分、好， morning call 是否能够注意到客人的感受，这个就是您是用人去叫的，用电脑去叫的，是有音乐的，或者是用语音的，或是完全没音乐的。我住很多的旅馆，电话响了你拿起来完全没声音，那到底是做什么？不知道是 morning call 呢，还是骚扰的电话？我不知道。那有的呢就放很奇怪的音乐给你听，那有的呢用语音就说：“你好，这是你的晨唤，或者这是你的 morning call。”可是最棒的是怎么样呢？是人打电话进来的啊，苏先生早安，这是你的 morning call， 七点钟，今天会下雨，出去的时候记得带雨伞呢。你看，这就是不一样了啊，它的分数的高低就在这里。好。
下一个是会不会主动询问客人有其他的服务，不是 morning call 哈，是平常他打电话下去问总机的时候，总机会问你说还需要其他的服务吗？18是结束电话的时候是否先让客人挂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全部都讲完了，问完了以后要让客人先挂电话，他才可以挂电话，这有一分。好，这里面有几个项目哈，前面的台呼问好、礼貌、外语能力跟最转接电话跟最后的这个挂电话，其实后面的每个单位都有哦。所以讲到后面的各单位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又来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我们下一个是订房，因为总机会接到订房里面去啊，订房里面看有没有电话礼貌，有没有感受客人可以感动他的愉快的感觉，然后呢有没有表明姓名跟单位，有没有外语能力，可不可以叫客人的姓名哦，然后有没有用敬语称呼客人，口齿是不是清晰，主动说明取消订房，第八项就是订房组的专业了，可是七项以前是不是跟刚才的总计都是一样的啊？第九，把这个订房的取消或是延迟的规定说得很清楚啊，或说定金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主动说明旅馆的各项服务设施啊，或是对各项服务设施是否说明的详细，营业时间、收费标准是怎么样子，他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讲出来。十二项，员工对旅馆的各型房价是否熟悉，单人房、双人房、小套房啊，一天两天国人专案，他是不是都知道。员工对其他的产品的价格是否熟悉，通常他就问你婚宴、早餐、这个芳香理疗的这个价钱是怎么样子，他就会问你，因为总这个订房组其实要知道整个饭店里面的所有这个价格大概都要知道啊。员工是否主动提供交通工具或选择路线的指引，什么样子，因为客人要来，请问你是开车来的吗，我告诉你要从哪个交流道下来，然后走哪一条路，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饭店，你坐高铁来的，你从哪一号出口来，走路就可以到我们饭店啊，或者你坐计程车来大概是多少的时间或多少的价钱，他要懂啊。好，可不可以记录客人的资料跟联络方式，他有没有问你的 email， 有没有问你的手机啊。好，16，可以会不会重述客人的内容，主要的时间、名字、房型、房价，还有刚才讲的取消或延迟的这个政策，或是客人有特别要求要高楼层，这些东西有没有重述。第17，预定到达之前有没有在确认，不管是用简讯也好，用 email， 那最好当然手机打来也有可能的哦。好，18，服务态度是否积极主动，问你都哈哈是这样子，有气无力的，那分数当然是低的啊。订房的服务流程是否完整，没有遗漏，就是刚才讲的很多的细项的东西，忘记问了，没有收你的定金，或是没有讲说交通的东西，然后在事后再去补的，这个就分数就会扣掉了啊。20，是不是有效率，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按照程序走，然后很快的结束啊，通常是5分左右了。因为我这边说明哈，委员去不管是在哪个单位，从总机订房或是在客房 check in 餐厅用餐，去休闲的设施，跟你的员工接触都不会出魔鬼题，都是一般客人会用到的问题。因为有人问我，他说你们魔鬼题怎么产生的，我说我们没有魔鬼题，因为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就是用 99% 的客人会遇到的问题来问，来检验，或是来让这个所有的业者知道这些是重点，这样子。 OK， 好，所以大概是5分钟当作是一个标准，这样子。但是假如委员问你很多问题是他主动问你的，那就不会用5分钟的，因为问得多他的时间就是长的啊。好，21，员工结束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让客人先挂电话，你看又重复了啊。好，下面是讲柜台的接待啊，这是
客人进来了、哦、大家注意看那个挂幅里面、哦、科技无人柜台以语音或字幕做评分，假如你是用语这个像 ATM 那种方式做 check-in 的无人柜台的，那我们会看客人刷这个信用卡身份证或用护照登记，然后你的订房的资料是不是有转述过去，然后会不会告诉你早餐用餐时间地点，所有的东西跟正常的是一样的。比如讲好了，我们看第一个哈，员工是否热诚迎接，那你是这个无人柜台对不对，那按上去他会说你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入住的手续，那就是一个热诚迎接嘛，没有了、嗯、就叫你请按按钮，连个早安午安晚安都没有，那就是没有了、哦、所以假设你的公司是采取这个无人的，我们也会用真正人的东西去比拟啦，所以不要担心说、哦、我无人就没有分数，有分数、哦、好，员工是不是用客人的姓名称谓、哦、因为会问说您姓什么，订房的名字，所以他就要开始用客人的名字来叫了、哦、好，会不会帮客人代写他的资料、哦、有没有确认客人的日数房型跟房价，有没有详细说明早餐的方案在哪里吃，是给你餐券呢还是讲房号就可以了，有没有讲用餐的时间跟地点、哦、可不可以询问客人有没有其他的服务，这点很重要、哦、在几乎每个项目都有这个，就是除了客人问你的东西之外还不会问客人你有没有其他的服务、啊、英文叫 anything else， 你还需要别的事情吗，那更棒的是怎么样，你还需要 morning call 吗、啊、你需要报纸吗，你需要有租车吗，你要地图吗，不要讲客人没有问这些事情，你会主动问他、啊、会不会将钥匙卡早餐券放在个卡套里面交给客人、啊、然后呢服务的流程是否完整，上去以后打电话给你说、啊、对不起刚才忘记跟你刷卡了、啊、对不起餐券忘记送给你了，这就是遗漏了、啊、第九，登记完成会不会陪同客人到电梯口、啊、就会跟你讲说到电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预祝客人住宿愉快，我们的委员在视频的当中我们在实验训练的时候呢，不到 5% 的委员说他们会跟我讲说希望你住宿愉快，大家都忘掉了客人不是他不是来找麻烦的，他是要来住你这个地方，是有个叫家外之家，英语叫 home away from home 的地方，那你是不是要让他愉快，所以这个加强一下啊、哦。员工 check in 的手续是不是在5分钟内完成啊、哦？因为不会有魔鬼题，通常5分钟是足够的啊、哦。好，签出，因为柜台有 check in 跟 check out， 这是 check out 的，有没有热诚迎接，会不会用客人的称谓，然后是不是会确认客人的房间号码跟姓名，以免搞错。我们在训练时有两个委员接错别人的房间的账单哈，签出时有没有确认客人的账务，你有这些账，然后呢是不是可以仔细说明付款的原则、哦、就是因为进来是有刷卡了，现在又要再刷一次卡，那他有没有解释说原来那张我会怎么做，我会退给你呢还是怎么样子、哦、流程是否完整无遗漏、哦、就是钥匙有没有收回呢，有没有刷卡正确了，我干什么、哦、再来金额是否正确，我们有几个委员有入错房账的，我自己去试住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哦，我的这个洗衣还是我的 room service 他没有入进来，我还去提醒他说、欸、我有洗衣耶，为什么上面没有这个账、哦、那表示他账务上并不完整、哦、账单发票签账单会不会放在信封里面递交给客人、哦、第九，签出有没有问客人停留期间是否愉快，跟刚才的一样、哦、住宿的时候没有住你住的，希望你住的愉快，结账的时候有没有说请问这次住的还好吗，也是 5% 的委员有被问到，其他 90-95% 的都没有被问到、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地方多留意一点点。第十，签字
签出之后有没有感谢客人，并欢迎再度光临？你在平静期间，不要把每个客人当作是神秘客，然后就说你来一次不会再来的。每个人都希望客人来再来，对不对？那你有说慢走，希望啊下次赶快再回来哦，就是 see you soon， 英语就这么讲的。除了祝客人旅途愉快之外，还要说希望能够再看到你啊。第十一，可以问客人需要吊车吗？你要不要消磁我们的停车卡啊？或者要不要你叫计程车吗？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大概只有30%的委员被问到，其他70%都没有问到，就结账了，再见哦，没有讲啊，这个不好。签出的手续是不是能够5分钟内完成？就是跟你的人员充不充足，熟不熟练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再看综合表现，刚才不是讲 check in check out 吗？柜台是所有的客人跟委员去住的时候去最常去的地方，所以他绝对不是只有去一次，也不是只有去两次，他会去3次、4次跟5次。这里面他会去问很多的事情，甚至于他有小的抱怨也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综合表现就是把这个除了 check in 跟 check out 当中的这2天1夜或3天2夜里面的所发生的、所接触的东西，全部把它给综合的给评分，有没有微笑，有没有主动积极。什么叫主动积极呢？跟你反映问题或问问题，你会很，比方说 我打个比方讲哈，我说请问你有什么餐厅，他说哦，我们有中餐厅跟西餐厅，哦，需要帮你定位吗？这叫主动积极的啊。那客人说你有什么餐厅，我们有中餐厅在2楼，西餐厅 在1楼，就这样子的结束了，那就不是主动积极的。这只有回答你的问题，没有说那我可不可以下一步接着下去做呢？哦，第三，服装仪容有没有名牌？哦，桌面是不是整齐？你看这个，这只要钓鱼训练做好，有督导，他的分数就上来了。哦，第六，员工是否用客人的姓名称呼？哎，也是一样。所以的委员都这点都蛮失望的，大概80%的委员说都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我去试住一个旅馆，他甚至把我的名字叫错了，我很高兴，我就觉得哈，应该大家都认识我，为什么苏先生叫我庄先生？我说我这个神秘客实在装得太像了，太好了，他有叫我名字，可是叫错的哈。员工是否对经过的客人会问候致意？就是你在柜台客人没过来，可是经过那边会不会给你点头问好啊？这个会不会留意客人？就是手头上有工作会放下来，会不会停止他的聊天啊？第九，接听电话，电话礼仪啊，语气，然后呢有没有表明姓名单位啊？下面结束电话，先挂电话。对员工对馆内的设施是否熟悉？你看是不是又重述了？第14是旅客申诉抱怨的处理是否妥适？没有要你给我折扣，也没有要处罚哪个员工，也不是要大抱怨，可是有没有主管出来说明呢？有没有简单的道歉，或者说哦我们会改进呢？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发觉我们去做视频，或者我平常在住旅馆的时候，我发觉年轻世代的这个员工有一种态度，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提醒的哈，这是通例，不是在旅馆，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他会辩解，因为他以为客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你是在说我错，其实没有，是其他的单位或者我们整个饭店可能在流程上有问题。你只要听了啊，你能够接受道歉，或甚至有个比较资深的人出来去处理事后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抱怨都不是大抱怨，我们绝对不会把蟑螂放到生菜里面去，不会把苍蝇抓个苍蝇丢到汤里面去，或者在房间里面的床底下去找到一个保特瓶的或者找到一个拖鞋，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通常是比方说电梯怎么那么慢呢、啊、早餐为什么排队这么久啊，我们就看你们这个饭店里面对客人提意见的时候
你们主要的一个反应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哦、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不是去找麻烦的，我是在帮协助大家去做体检、哦啊、你们的机制，尤其我们去抱怨的时候通常不会找那个被抱怨的单位，而去找另外一个单位去跟他讲这个事情，那看这个联系过程当中是怎么产生后面的处理的过程、哦、好，14、15，员工对客人提出的反应是否乐意，就是消极的呢，或是应付的呢，还是很积极的去主动、处理、哦、外语能力又出现了、哦、好，下面是网络跟网页的、哦、我们在订房的时候就会上网页去看了、哦、住进去就看你的网络的那个流量，就是你的宽频够不够，所以我们会看你的网站设计是不是精美、哦、这有两分，然后呢，网站有没有外语的页面可以选择，这总共可以到三分，就是你越多语言，那这个语言要合理的、哦、比方说中英日韩简体字，那就是合理的，因为大部分的客人是来这里，可是你说我很多欧洲的客人，你有法语有德语，那当然是更棒了，对不对？可是你只有中文跟德语，那你这个分店是不是很奇怪，不合理嘛？因为英文的还是多嘛，所以英文日语就是临近或者比较来台湾的客人多的地方，网页的语言、哦、好，下面是不是清楚、容易举的趋势，就是你的设计是不是合乎逻辑性、哦、再来提供便利的网络订房，就是你在订房的时候是不是 很方便，然后逻辑性、哦、第五，上网订房服务是不是有留言的功能，所以我们会去上你们的官网，订了以后会留言，我要高楼层、我要远离电梯，很多的分店会讲说我们听到、知道你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会尽量安排，你不一定要答应，可是你有没有可以让客人可以留言的。第六是线上订房有没有查询的功能，我订了以后那我要去查 我的订房是不是还存在的、哦、这个就有一分。网络是否涵盖整个旅馆，所以除了客房跟公共区域是不是可以涵盖、哦、那客房的网络品质是否良好，是不是收讯是很稳定的，然后速度是不是快的、哦、就是我们通常会试个影片，然后看它会不会 lag 的，有点塞车的感觉。公共区域的 网络品质跟它下载的速度跟客房我们都会去试、哦、所以我们会试走廊上面的，或是大厅，或是你的休闲设施里面的这个网络的设备、哦、好，网络计费是否合理，这个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没这个问题了，可是早期我们在做评鉴的时候，很多的国际连锁饭店是要收费的，一天要收500块钱，啊、那个时候他的分数就没有、哦、可是后来现在几乎都没有饭店在这个收费了，这个分数就容易取得、哦、提供网络连接是否有安全考量，我这边是说明、哦、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委员里面成分有一些是国际这个商务客这样子、哦、就是他经常在旅行的，他们就给我概念、哦、因为他是有高科技的，他都住在饭店里面，你的 WiFi， 你用饭店的 WiFi， 你进去到就连接的、哦、其实就是不安全的，表示别的客人也可以，就不是房客也可以使用的、哦、他说应该是有密码的，所以提供网络连接是否有安全考量，用 房号也可以，或者他用、叫做 random 的，怎么讲、随机的，他出来一个密码给你的，或者你每次离开你要重新设定的，那就是有安全的考量、哦、这有一分、哦、好，礼宾师这里面有几个要做说明、哦、我们先看前面，保持微笑跟客人打招呼，这个跟柜台的是一样的、哦、第三是、员工服装仪容佩戴名牌，有没有帮客人开门问好，然后有没有提供趴车的服务，然后员工的行为举止端庄高素质，就是站姿走姿处理客人的行李是不是优雅的、哦、这有两分。你们外语能力我们不会考很难的、哦、你说个 bellboy 听得懂就行了、哦、可是假如是 concierge 他是一个礼宾师的，他语言程度就要更好才可以、哦、第九入房集中
假设你们是由这个行李员或服务中心的人带到房间去，会不会解说旅馆里面的设施啊？然后到了客房里面有没有设备的解说啊？然后入住以后呢，我会完成行李的运送。那这个是怎么样的？十分就是标准，那八分就是快速啊。那只要是随的进去，那当然就是快速嘛，懂吗？有时候是随的客人带上去的，有的是客人 check in 以后行李才送上来，那我们的委员就会去评那个分数的快跟慢啊。好，再来，进到房间以后会不会把行李架打开，有没有把行李放在那里啊？或者他会问你说我行李应该摆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问客人有没有其他的需求。到了房间以后，离开客房的时候有没有预祝客人住宿愉快啊？委员也是讲说比较少，就说谢谢就走掉了啊。好，十五，接到 check out 的讯息以后，到房间里面提取行李，这个分数正标准的范围之内是八分啊，非常迅速是五分，刚才是十分跟八分，这个是八分跟五分啊。十六，递送的会不会确认客人的行李件数，就是你有几件啊，有没有跟客人重数？服务中心通常是比较乱的，会有寄放的行李，有客人送进来的东西，是不是保持整齐啊？再来，有没有国际认证的礼宾室专业人员？这在申请的时候呢，要减负资料。这里面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哈，是必须要是国际的。那我们现在呢，国际认可的这个礼宾师是金钥匙协会，是以法国总部的跟台北分会的会员为主。那假设你是某一个国家而已的那个认证，我们就不承认，要国际的。那我说明为什么哈？为什么要国际认证的礼宾师的？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所以假设我是台北分会的会员，我的客人需要去新加坡或到芬兰的赫尔辛基，有些事情是那边的旅馆人要服务的，他打给赫尔辛基的饭店的金钥匙协会，他就可以给你做协助你。但假如说我是一个国家，只有我自己的认证的，那他就跟国际没有办法接轨，所以我必须要先说明哈，我们这个礼宾师的专业人员是以国际的为准啊。那昨天有会员有这个业者问我说，那假如他没有挂金钥匙，因为他不是认证的，他是这个组织里的会员，算不算？不算，一定要合可的这个正式受证为金钥匙会员的那个人才算是啊。参加台北分会没有挂金钥匙的，他就是会员，可是他不是认证的专业礼宾师的人员啊。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啊，有没有进行餐饮的推荐？有没有介绍饭店的？有没有介绍外面的餐厅？可不可以适当提供景点、交通、购物的咨询？然后呢，很清楚，他不用查电脑，他就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好的哦。需要再查一下，很简单的，还要讲那个就不熟悉啊、哦。有没有最新的简介资料或什么简易的地图折页？有没有提供机场或者特定的地点的接送服务？可能会收费，可是你有没有提供呢？咨询以后客人会不会主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服务？你看哦，每个地方都会有说有没有其他的服务需求啊。好，我们的下一个是客房的整理品质，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异味啊？这总共有70分哈。然后客房的状态是不是跟官网照片相近？你说苏老师，有那么多的房型，我们的委员一定会上网去看。我们通常订的房间是这样，是标准房。什么叫标准房呢？标准双人房两张床的，或是标准双人房一张大床的，所以应该都是饭店里面最多数量的那个房间。那跟你在官网上面跟实际住的有差异，那就会然后会影响你的分数。客房家具是否维护良好，就是桌子、椅子、柜台有没有刮漆，有没有掉漆，有没有刮痕，这样子啊、哦？窗帘、窗户是否维护良好？然后门锁是否正常？是不是可以紧关起来？
然后不会坏掉，门面是不是可以使用？房门是否自动合闭合？就是出去以后，房门会不会自动关起来？电视的功能是否正常？就是收讯好不好？然后所有的频道是不是可以收视？我们去视频的时候，我们住了一个饭店，他把本来的俄语的那个节目，苏联的节目取消掉了。所有的委员一致认同说可以，因为他们去侵略乌克兰，他其他的频道都在，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相信，所有的委员是有 common sense 的，他有普通的，除了专业知识以后，他有普通的常识，他不会故意找你的麻烦的。而且我在这边再说明一下，以前的评鉴就给你分数了，以后这个评鉴因为是体检嘛，观光局除了把总分给你以外，大项的分数会告诉你，然后委员对你的设备或跟你的服务的，他会给你一些意见，比方说员工非常有礼貌，这个电话礼仪要再加强，这个清洁环境好像维持的不是很好，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您的饭店在哪个方面需要去加强，或是你知道哪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的，所以跟以前不太一样，好，客房的其他设施是否功能就包括保险箱啊、冰箱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床单、被单、椅背、床是否清洁干净，我们也会检查。十二，寝具是否舒适，就是睡起来那个弹簧，然后是不是平整，会不会，或者是假设是两张床并在一起的，中间那个缝隙是不是有在贴一个什么东西，让客人不会有感觉的，灯光是否充足，然后有没有调光。十五，所以的镜面是不是干净无斑点，不会有那个灰尘或者指痕这样子，排气孔是否干净无尘，所以这个只要把清洁做好，其实分数是高的，客房浴室整体是不是干净清洁，这有五分了，通常浴室里面最容易的是 silicone 的那个斑点霉点，客房的镜面再来是马桶是否干净维持良好，就是不会漏水，淋浴间、浴缸、洗脸台是否保持良好？然后淋浴间跟浴缸是不是有安全把手？毛巾是否清洁？不会有破洞、虚虚的，品质是不是好？是不是有吸水？好不好？然后客房跟浴室的备品是否是有补足？因为可能会续住，有没有补足？或者进来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有两套呢？这个委员会去查的。积水的品质是否顺畅，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水压是不是正常，冷热水会不会这样跑来跑去，排水的品质是不是好，就是会不会阻塞，会不会积水，有没有异味，发霉的味道，或是有那个沼气的味道。提供纸本或是电子书报，就是在电视上或是在扫描，那就可以看报纸或什么样子，除了矿泉水以外还有没有提供免费的项目，有没有额外的寝具，就是被子啦、枕头啦，有没有放在额外的放在这个衣橱里面，然后有没有提供电视跟电影音乐的频道，那频道的类别是不是依客源做合理的配比，然后电视有没有智慧型的操作界面，就是手机可不可以遥控这个连接，然后遥控这个电视，电视是否有生活商务旅游的资讯互动，就可以告诉你天气啦、高铁资讯啦、机场的或者周遭的或者旅馆的各个设施这个也有一分。好，现在讲房屋服务了电话礼仪你看有没有问好，有没有让客人感觉到热情，然后呢第三这都一样的有没有表明单位姓名迅速，然后挂电话的时候让客人挂电话，你看每一个单位都有这个分数然后可以遵循这个第六点，我需要再强调的客人会挂低烟低，你的员工是怎么处理的，管理的就按门铃还是用什么样处理，我相信每个饭店有你们的这个应该要做的，这个是跟国际的饭店是相同的，怎么去处理员工到客房服务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基本礼仪，叫客人的姓名有没有进行适当的客房清洁整理第九，对客人的
个人的物品是否适当的整理，就是拖鞋啦、衣服呢，有没有帮你弄好？可是贵重的东西不会去碰啊，这是重点啊。有没有洗衣的服务？很多商务型的旅馆有自助式的服务，它就会有一分。可是有些是自己有洗衣房，或者它有外送的，回来的衣服，它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当天呢有没有快速的？这总共是有三分。洗衣的服务品质是否良好啊？它有没有包装？那假如自助型洗衣，它的服务品洗衣品质怎么看呢？你这个自助洗衣房里面有没有烫衣板？有没有洗衣槽？有没有烫板？这个就是我们就把它比到那个洗衣的品质里面去了啊。好，有没有夜床的服务？有没有开夜床进来整理？有没有补你的备品？有没有倒垃圾啊？开夜床的服务程序是否完整？你看我讲到这里，三星级的饭店绝对就没有这些服务了，那你就不要去勉强。你三星级服务饭店还去做夜床的服务，客人会吓坏的啊。可是四星五星就看你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好，第十四，清洁的时候是不是有安全预防措施？就是里面在打扫浴室，那他的备品车放在什么地方？房门有没有关起来？别的客人会不会溜进来？这个叫安全措施。十五，遇到客人的时候会不会亲切的问候？有没有24小时的房务服务？什么意思？通常到11点，或10点，搞不好有9点就停止了。但是有没有服务中心能继续提供半夜的房务服务？好，这是有关于房务的。客房餐饮三星级以下的旅馆就绝对没有客房餐饮，你也不要特别去设，因为第一个你也没菜单，你也没这个厨房，你也没这个人员，你也没这个设备。可是四星五星级的饭店就必须要这个服务所以呢，电话礼仪第一、第二都是一样的，语气表明单位，第三，然后通话跟客人挂电话，这个都是共同的。第五就是对餐点的内容是否熟悉，这是客房餐饮的专业了第六，是不是能推荐菜单，有没有具外语能力，然后对客人点餐是否迅速处理并送达，送餐是这样子应该是以30分为标准30分以外就是太长了，20分就是快速好，第九呢，员工的服装仪容是否等齐外文的中外文的名牌有没有，因为到客房里面去对客人请勿打搅，他是怎么去处理的然后十二，对有没有注意称呼客人的姓氏，基本礼仪有没有懂，有没有问客人我的托盘餐车要放什么地方，有没有问说我什么时候来收餐，什么时候方便然后呢餐车或托盘放进来的陈列是不是合宜？我有去试了，我试了好几个旅馆其中有个旅馆可能是疫情的关系，我点的餐它是用那个便当盒送上来的，这有一点点简陋了就不应该是如此，还应该是有托盘、有餐车、有布巾、有口布才是对的员工是否有服务饮料？我们会点餐，会点饮料。那要不要说我帮你倒酒，我帮你开酒我帮你倒好不好通常餐点是否正确完整十八，是不是简略说明用餐，还有各式的调味料是不是介绍，签账的金额是否完整，然后账单是放在精美的账夹里面。21，收餐或送餐会不会问客人有没有其他需要的服务离开的时候有没有表达感谢或是祝客人用餐愉快，收拾餐具的速度是否合宜太久太快都不对好，第九，餐饮餐厅的服务，这里我解释说明我们会试一个点，就是点菜的餐厅会试你一个自助餐。那你说我的餐厅都是点菜的餐厅，我没有自助餐，那我们就会试2次点菜的餐厅那你说我都是自助餐厅，我没有点菜的餐厅，那我们自助餐厅就会评2次，因为它的分数的比例是相同的所以不会因为你没有，你缺乏一种
类别的餐厅啊，你的分数就减少了啊。我讲的是四星跟五星级的饭店啊，三星级的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啊。好，餐厅预订，三想接电话，电话礼仪，这个三语气表明单位，问客人的名字啊，然后呢，有没有复述内容，有没有主动问客人有没有其他的服务，有没有先让客人先挂电话？你看，这跟前面几项都是一样的啊。好。到餐厅了，有没有热忱的迎接？有没有迅速的确认 定位，然后带客人？有没有问客人这个位置是不是满意？然后他在带位置的时候，那个速度是不是跟客人是配合的？有没有称呼客人的姓氏？因为有定位，他应该是有名字的哦。带位可不可以顾及这个客人的速度？刚才讲了哈，服装仪容、名牌哦，外语能力。对菜色跟内容是否了解，可不可以推荐啊？餐桌的距离是否动线是否合宜？第十，摆设是否整齐美观，就是你的菜单里面的花式或调味料摆的是不是很好？你的桌布台布是不是摆？你没有桌布，那有没有桌垫呢？啊，你的筷架、你的汤匙是怎么摆？水杯怎么摆的？会看这个啊。点菜时，员工是否给适度的推荐或建议？要看你两个人、一个人点多少，什么是合宜的？现在是什么菜是最好的？能够点餐后十五分钟上菜，这是主菜啊、哦，小菜不算。今天的小豆干、小鱼不算，你的小黄瓜不算，我点的东坡肉才算，我点的这个牛排才算啊、哦，就是主菜才算，十五分钟。刚才说会提醒客人会不会把菜名唱出来，上菜的基本礼仪就是由女士优先，由长者优先、哦、然后上菜餐点是不是点的是跟上的菜是不是完整、哦、有几次委员我自己也碰到送错桌的菜、哦、好点餐跟菜单上的名称是否相符合、哦、有时候差距很奇怪、哦、送到餐具跟餐是不是能够搭配、就是筷子啦或者是刀叉有没有需要他有没有送上来。餐具布巾是否干净整齐没有破损。有没有适度的调味料、比方说 我点了这个烧麦那是不是应该有辣椒酱或者是有这个叫什么芥末酱。就那我点的是这个泰式的什么那个什么鸡那是不是有这个胡椒盐啊、就一定的这个调味料会在那个地方啊、有没有侍酒师申请的时候请你减负证明啊、就是你跟刚才的金钥匙有一点不一样的刚才讲说一定要是国际的这个侍酒师国内的单国的都可以因为在他不需要跟国际连结他不需要从台湾打去日本他不需要从台北打去莫斯科、所以你只要这个具备这个专业的知识的侍酒师就有分数但是昨天有人问我有侍茶师算不算呢目前我们还是不把侍茶师放在这里我们还是用酒水来当作是我们的认证的标准啊、饮料专业知识是否介绍的详细其实侍茶师就可以在这边分数就可以得分了他介绍我这个茶是怎么样子那就是饮料的专业知识了啊、好员工是否适时的补充茶水啊、定时的适时的换餐具就是骨盘上面已经有堆积了有没有来换呢是否符合餐饮的服务就是由男的或由女的或从小孩子或大人老长辈先上菜好然后呢有没有关心客人用餐的情形中间会来问或是在快结束的时候今天用餐这样够吗有没有来问食物的分量是否适中温度是否恰当然后色香味是否俱全然后厨房的杂音会不会吵到餐厅里面来厨房的味道会不会跑进来、然后呢整体的餐厅是不是舒适的就比如说灯光啦、
音乐啦，气温呢是不是有恰当啊？离席的时候，员工是否及时进行整理？不是他自己这一桌，他离开以后又回来看说你什么时候来整理没有？他会看别桌的客人离开的时候，服务人员有没有及时去处理啊？好，自助餐厅热诚迎接，确认定位，有没有称呼客人的姓氏？好，待位速度是不是跟客人一样？服装仪容。名牌，这都是相同的啊、哦。外语能力有没有热？有没有提供热饮？自助餐，我们通常以早餐的几率比较高。所有的茶跟咖啡是全部由客人自己的，还是第一杯有人会帮你提供？这就是叫员工有没有提供热饮的服务啊、哦？餐桌的距离动线是否合宜？然后餐桌的摆设是否整齐美观，跟刚才的点餐餐厅是一样的，有没有适度的这个调味料，然后动线是不是设计良好，就是冷的热的汤面包甜点果汁是不是有一定的顺序，然后呢设计是不是良好，会不会重叠，然后有危险或是容易塞车布巾跟餐具是否干净整齐，然后呢自助餐陈列是否合宜啊、美观引起食欲，就没有高低啊，有没有其他的饰品在旁边增加客人的食欲，餐食饮料是否清楚，就是有没有那个餐卡它是双语的啊、然后呢有没有现场的调制项目，比方说煎蛋啦、切水果啦、调果汁啦、煮这个煮汤啦、或者是做面粉这个叫担担面啦有没有现场调制的项目，那有没有专人补菜整理那下一个有没有正确的跟足够的餐具器皿，就是你在中式的旁边有没有筷子你是有 yogurt 的旁边有没有小条根，那你这个是咖啡机的旁边有没有调味的调棒或者是小汤匙这样子分量是不是够，然后会依客源提供不同的早餐比方说你的韩国客人那你有没有泡菜，你日本客人呢有没有日式的早餐，吃素的客人有没有一个素食的地方，或者现在流行客人要吃无麸的这个食材或是有机的，你有没有摆这个东西然后厨师补菜的时候会不会自助餐台提供服务，这通常是以热菜为主不会危险然后跟客人有冲突这样子。餐食的温度是否恰当，该冷的冷，该冰的冰，该温的温，该热的热厨房的声音会不会吵杂传到用餐区，味道会不会跑出来气氛是否恰当，收餐的时候会不会预先告诉客人15分钟或30分钟告诉客人我们即将收餐，离席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进行整理一样我也会看你对别桌的客人，结账的时候有没有让客人确认菜单账单，挂房账程序是否合宜然后金额是否正确，好，结账的时候有没有问客人用餐是不是愉快，然后呢欢迎客人再度光临，结账的手续是不是3到5分钟可以完成这是有关于餐厅的。然后下面是运动休闲的员工有没有微笑跟客人打招呼，服装仪容名牌你看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器材是不是功能正常运作，会不会进来巡视然后他会主动对设施器材耐心的讲解，然后有没有专注于工作，就是他没有人问他，他巡视还是坐在柜台一直滑手机有没有租借东西给客人或是有提供卖的，那员工对客人的反应是否是乐意的或者是很无聊或者是负面的，有没有外语能力，会不会确认客人的姓氏，因为通常到健身中心有人的话一定要签房号跟名字的好，第十一有没有第十吗？这刚是第十哦 OK 可是有个安全的不是
那个在上、哦、上面讲过了，对不起，讲太多了，混掉。好，下面是加分项目哈、哦。我们看十一哦，这其实是防疫的，跟卫生有关系的，跟健康有关系的啊、哦，总共有十分啊、哦。那这个呢，我打个比方做说明哈、哦。大厅卫生考量额外的防护措施，通常会量额温、喷酒精嘛，对不对？那假如他对客人使用的笔，他有消毒。或是他有个额外的一个热感应的东西或者他有特别做的，那就是至少两项以上的他就有分数了。好，那我们来看客房额外的防护措施，有人会在消毒过后他在房间的外面贴了一个已消毒没有人用过的，哎，这个就是好的啊。那什么叫个人 使用的东西，有比如讲说，这客房个人化的卫生考量，比如讲说他消毒过的遥控器、电话机，他又有个封条的，那就是表示这个是没有人用过、有消毒过的。这个东西每一项有两分，总共不会超过十分。好，我们看第二大项，科技产品的服务啊，总共有十分。然后每一项有两分，包括手机可以开门锁，手机可以开平板的遥控，手机可以进射到你房间的电视，可以自动 check in 或 check out， 行动支付，蓝牙的音响，客房专用的智能手机，就是饭店还提供的手机是有智能功能的啊，智能的音控，就是有一个小美西或是 Google， 它可以你讲话，它就可以关灯、开电视啊，还有其他的东西。每一项可以得两分，总分是十分。好，下一个是体贴入心的服务，就除了设备以外，您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服务让委员可以感动的啊？这里面包括 general 的就一般性的，就是整体服务上面都是畅顺的啊，或是员工跟客人的互动，或者主管经常出现在现场服务的现场里面啊，或者没有人员不足的。这个其实说明 很清楚，这里面唯一必须要解释的是每年洗涤或清洁床垫的，这需要证明的文件啊。饭店的床大概可以使用10年到20年，假如是你买的是很好的话，可是中间有没有做清洁呢？我们这个是参考欧盟跟英国的制度哦，所以假如你有去送洗，会有人来帮你这个清洁的。请你检附证明文件，那包括送洗的这个发票、洗的照片，那我们就会认可。OK， 所以这个是有分数，以前没这个东西哈，这次是新加的东西。你有没有做 loyalty 的 program？ 你有没有积点欢迎老的客人进来？枕头有没有多项的选择？这都可以的，这总共有20分啊。再来是友善的设施，就是对于亲子啦、侍女啦。或者宗教啦，或者是点餐啦，或者菜单啦，或者是旅客的识别系统啦，刷脸的就算在这个里面的哈。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系统呢？是只有一种呢，还是多种的？哦，都可以的。有没有 ATM？ 这总共有10分啊。好，最后一个是绿电族跟环保的认证。这个就是环保署所提供的认证的标准，绿建筑总共是最高是10分，是钻石级的。环保旅馆的认证最高是5分，环保旅店的认证是1分，啊，总分加起来是10分这样子。所以你有绿建筑的、钻石的，那你就已经是满分了啊。这样全部加起来有500分，然后加上刚才的建筑的评鉴，加起来总共是1000分。我们的委员是用旅客的角度去住的，他不会去你的后场，除了安全梯以外，大概都不会到后场去了。好，以上的说明已经有很多的人在线上。我们先用什么？就是有人举手。我们先用现场举手发问的，那我等一下再把那个刚才线上留言的，我再统一的来回答，好不好？你要讲吗？
各位先进，如果说您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用线上的，我们可以有一个举手的功能，麻烦您可以举手。举手的时候，麻烦您就是陈述一下，先说明一下您是哪一个旅馆，然后您的问题这样子。我们先就是，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依序用举手的部分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麻烦线上的 LED 的那个来宾，麻烦您说一下您的。长官你好，我这边是大湖普旅。对，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有关评分项目的第一点，外观建筑的整体外观。那因为我们的一楼有其他业者的咖啡厅，但我们的整体客房都是在整栋建筑物之内。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分数会是在旅馆建筑物一部分外观上壳，还是整栋，就是旅馆为独立建筑物？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其他的，你全部讲好吗？我再全部一起回答。好，那再来的部分是，我们馆内有三台电梯，但因为有一个是无障碍电梯，那它的这个电梯是两侧都有按钮。那但是另外两台电梯是只有单侧有按钮，那这样的话是这个部分就是算是要所有电梯都有按都要有两侧，还是说只要有一台就算？好，下面一个问题。好，那再来的部分是我们的那个，这个是算空调设备的部分吧，就是有评分是普通设备，然后两个国产跟两个进口，那分都是有什么六项跟八项十项，但如果我们是国产设备，但是且高达有十项的话，那这样的分数是不是就是还是在三分？备品还是空调？这算是公测，公测是吗？哦，公测、这个好，谢谢对，因为我们用国产货，可是却只有八，却有十项，但是却只评到三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就是好像一定要用到那个进口的部分？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餐厅。我们的餐厅的话，因为可以容纳百人左右，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就是餐厅跟宴会厅是可以共用吗？还是说只能一定要分开？好，没有。对，大概就是这几个四个。非常好，你的问题其实应该很多的旅馆业者都有同样的问题啊、哦。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外观，你们一楼有一个咖啡厅，不是你们饭店的，对不对？那虽然是上面整个都是你们的，它的分数就不会是整体的，它算是部分的，因为你有外租出去的，懂吗？假如说外面下面那个餐厅是你们自己自营的，那就是完整是你们的，所以我这边必须要说明啊。电梯有三部，其中有一部是两边都有的，是因为爱心电梯，对不对？它在平的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是按钮的，在另外一侧啊。那、其他两部没有，我们就算你是没有，因为那个残障电梯的那个是法规规定的。可是我们要想其他客人进去别的电梯的时候，他只有一侧有，他并不是两侧都有，所以我们就不列入考核的啊、那厕所里面的项目，国产跟国产跟外国的，通常是这样子哈。我们不是崇洋或者这样子，就是那个质感，有时候国产的会第一个便宜了哈。那我们要不是要鼓励人家去买好的，因为它的质感上面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定一个这样子，但是应该是这么说，里面有几个项目，你说你只有八项，对不对？你有八项还是十项？
十项，因为如果因为我用国产的设备，但是我们有十项，那但是就确实能依照字面上来看的话，是不是就只有三分？对，那你差了，你只有差一分呢，懂吗？那我是不是要鼓励那些有花投资成本的客人那个旅馆进去？你懂吗？这意思是这样子，总是要有个区隔，那大家就用最基本款就好了。为什么 有些饭店在饭店接送的车子会用宾士的，而、有的用我们国产车 Lexus？ 但是有时候你坐上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时候是其他像比如说像进口的，虽然说是进口的设备，但是它也只有八项的那个能力，可是它却只可以达到有四分五分。没有没有，它要有十项才可以，它两个标准都要达到。打十项又是进口的，它才会有四分。它只有八项、哦，所以如果它是进口，但是它只有六项，那它也可能哦，但它只有两分而已。对，我们先从项目去看，然后再去评、到上面去才会去评进口或是本国产的这样子。了解，好。好，你最后一个有个餐厅嘛哈，你的餐厅跟宴会厅可不可以共计两次？没有，一个地方只能做一个功能性的。所以你说我包厅，我今天一个喜宴进来，我十桌全部摆在那里，那我今天就跟客人讲说，我今天包厅。那要来用餐的客人就说，哎，我平常在那边吃饭为什么？哦，今天有人包厅，那你就把这个功能的，所以一厅只能一用。那宴会厅跟餐厅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呢？餐厅客人来的时间不一样，点的餐不一样，可是宴会厅是同时一个时间，很多的人用同样的菜。嗯，所以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厅两用啊。好，了解。一定说明。还有，我这里面厢房也是这样子哈。你的厢房，假如你是多功能性的，对不对？你可以当会议室，也可以当用餐的地方嘛。那假如说你说我是多功能，是会议室又是厢房，对不起，你要决定说你这是厢房还是会议室。我只能记到一边的分数去了，你不能说我又是厢房又是会议室，这是不行的、了解。这样你懂我的这个原则是怎样子哈？好，谢谢你的问题，非常好，谢谢。那个老师，我们还有一个线上的。好。对。麻烦请线上兆平酒店嘉义的来宾，麻烦您陈述您的问题，谢谢。好，那苏老师。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在倡导这个环保，所以房间里面没有摆放这个矿泉水，是用玻璃瓶，因为我们本身在个楼层当中都有那个气泡机或饮水机提供给客人，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都是已经是一化了，所以我们房间没有摆放这个服务指南，是用 QR code 扫过去这样子呈现。这个两项的问题，这样子请问一下苏老师，这样子可以吗？谢谢。非常好，我知道你们的集团在做减塑的活动，就是减少宝特瓶的使用。那你们提供玻璃瓶，让客人可以装气泡水或是一般的过滤的水，我觉得这是等同矿泉水。那我们会甚至认为，我们认同你们的环保的意思了，这个是等同相等的，好不好？所以没有问题啊。那至于一化，你的饭店指南会在电视里面，或是客人的 QR code 扫了以后，就会在手机上会出现，这是等同你有的啊，因为我们要减少这个纸张的印刷，所以是等同是一样的。我希望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好，谢谢，谢谢苏老师，谢谢。不会，谢谢。好，那我就。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回答这个在线上留言的业者们同业的问题。那我现在也是一样按照我的顺序留言的顺序我依次念，然后再麻烦苏老师回答问题。第一位是 Henry 来宾问说，请问委员以客人的方式入住评鉴，这样看得到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库房打卡机等非开放客人进出的地方吗？麻烦苏老师。OK， 我们已经不查这个，我们不会去看你的库房，也不会看你员工打卡的地方了，所以不会。但是我们会看
就是客用跟后勤的单位会不会，就是我看了员工穿便服进来，经过大厅，然后走到你的办公室，然后换个衣服出来，那就是重叠的，所以可是你的员工就从后面的安全门进来，这个安全室的入口进来的，那就是没有重叠的。可是我们不会去看你的库房，也不会去看你的打卡机，好，然后我们再来第二个是刘惠美的同业问说，苏老师您好，您刚一一列出说明在公厕的部分细项是否可以提供呢？我看在观光局下载的资料中没有说明。这个是我们评鉴的一个叫做工作手册，那不宜这个公告，因为我们还会再增加，会再增加有新的东西。但是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参考，你想说这个方向就是我们鼓励业者能够从这里面去的，所以我们不会公告在那个网页上面的。另外就是廖丽金来宾来问询问说，行李房的尺寸的标准为何？哦，那个会依你的就是饭店的大小，那当然大型的饭店它就会比较大嘛，那我们有一定的标准，其实跟刚才的那个游泳池跟房间浴室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合理的判断。就是你是个大型的饭店，你的行李房只有两平方米，那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标准，不会刻意的去挑剔你的问题。所以只要你在你的平面图送上来的时候，你标示说有多大，有多大，那我们就会用那个标准去做评鉴。另外，林慧恩来宾就是提问说，可否给电子档的文件？那公安局这边已经把刚才已经在留言上，已经把我们的基准表的下载的地方，或者是本次的简报的下载处，都已经罗列出来在聊天室的这个讯息上。那麻烦就是来宾们可以参阅。下一个问题是丽晶站酒店询问，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我评鉴分数没有达到的话，可以复评吗？费用为何？第二个，如果我评鉴分数没有达，同一年可以再评一次吗？费用为何？第三，如果我的餐厅皆是单点或套餐可以吗？这样可以评四星的评鉴吗？第四，四星的餐厅一定要有一个是自助餐的吗？还是只要有一个餐厅单点或套餐，或者是跟一个宴会厅就好？以上请老师回答。我先回答那个餐厅的部分，刚才那个重评复评跟费用，我请局里面长官回答哈。你的餐厅只有一个，那它是单点或者是套餐没自助餐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过了哈。假如你是单点跟套餐，那我们就会评两次，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有个自助餐啊，你另外一个是要单点的，或是你要两没有。我们假如说你有个餐厅，假如四星级是只要一个餐厅，那你只要能够提供客人可以早餐、午餐、晚餐就可以了但是你的餐厅跟宴会厅不能重复使用，就是它的功能性，刚才我在第一个来宾那边有说明过的，你是餐厅就是餐厅，它就不会变成宴会厅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明。假如你只有个餐厅，你没有宴会厅，对不起，你就不能申请四星的四星的必要条件里面是有宴会厅跟休闲设施请大家可以看那个星级旅馆评鉴等级的基本条件里面有说明，它有一二三四五星的标准有在那个地方，它说明的比较详细。好，那至于分数你觉得不满意，你们要重评或者同一年可以做，我请执勤来跟大家去说明好吗？还是科长？我们副组长在，我们副组长来跟我们说明。各位
与会的先进大家好。那有关这个评鉴的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就是这个分数已经没有像之前一样，就是用就是这个重评这样子一个概，这样应该说它就是一个鉴检的一个报告。那这个鉴检报告的这个结果如果满意的话，那当然就是非常 OK。 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就是依照我们现在的这些标准重新自己再review 然后改进之后，那大家觉得 ready 就可以再重新来去申请重新评鉴。那这也不叫重新评鉴，你就是再做一次的这个鉴检，那相关的费用都是就是按照我们既有的标准来去做进行。那一到三星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有公告了36000，那四星以上的话就是86000，就是请大家就是都准备好 ready 好了之后再来跟我们申请评鉴。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刘惠美，苏老师您好，想提醒网络的顺畅度有时跟查核员的手机品质或设定有关系，可能在进行委员行前说明中需要提醒的，谢谢。谢谢你的提醒，我们有在这方面有加强说明。那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委员所带的手机我们都有看过了哈，那都是4G 5G 以上的。那最主要我们就要看你的那个频宽 WiFi 的讯号够不够强，那所以我才说会下载影片。那影片不是长影片，我们可能就在 YouTube 里面或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它的速度快不快。那还是用客人角度去看，而不是委员是来找麻烦的这样子 去做的，我们以前有委员还带机器设备去看它的流量，我们现在不用了，就是用一般消费者的可能接触的方式去做评鉴这样子。谢谢你的提醒。下一题也是刘惠美提供的，就是目前大家都在推环保方式经营旅馆，可能在广宣的 DM 都会采 QR Code 的方式让客人也能带着走的资讯，那这样在第21项的部分是否就没有办法得分？是否会在一些查核的项目应该要与时俱进，如有冲突是否考量取消？我们没有要您的 DM 广告那个东西，但是里面有一个项目是提供择业或者是附近的那个东西，那个是要有，除非你有 QR code 是可以把附近的餐厅什么把它标示出来的，那也是可以的，所以任何无纸的东西我们是赞同也是认同，我们也会鼓励，可是它的功能不能缺掉。所以贵公司假设在这地方有一直在发展去用无纸化或者怎么样子的，所以那个21题柜台是否提供最新的简介资料或者是简易地图的，只要你是电子化的我们都是认同的，没有问题。好，那还有另外的问题是，如果说 QR Code 的方式可以积分，那像刚才说的自助的 check in check out 的柜台是否也是如此？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同样是刘惠美的续问的问题是，如果提供矿泉水的议题是相同的，越来越多的旅店提倡减少矿泉水改用瓶装水或者是饮水设备的提供，这样是否也可以这样的以上的这些友善的这个营运方式这样子的提供是否都可以算上分数，请老师回答。 OK， 我们非常同意政府所推的这个减塑或者是有些企业自己在做的东西，所以我刚才提过了哈，假设你是用无人柜台 check in 时，那分数假如说没有什么眼神或是笑容称呼名字的，可是假如你的软体设计的是跟人的表现是一样的，它其实可以达标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发觉现在的服务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所以假设你要做这种自动化的机器的时候，你可以把人性的温度也带进去，
其实你打分的就可以达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用自动化的东西而没有，这是后面那个问题我先回答。至于你的矿泉水跟那个饮水机、嗯、对，那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嘛，我们非常认同嘛，你只要让客人在房间里面他能够有水可以喝就可以了，那你捡到你的这个塑胶瓶，你用玻璃瓶或者用什么热水壶什么，那个都是我们也是非常认同的，所以它是有分数的，分数是一样的，不会有减分，不会有减分的。那下一位是 MT01 Corinne 来宾问说，请问新平的新制报名表什么时候网络上会有，以及受理报名是否会跟之前一样随时受理？那观光局这边就是回复这个 MT01 Corinne 来宾，有关于新制报名表的部分，我们这个申请书的部分会在六月下旬左右就会放在网站上，不管是旅宿网或者是观光局的行政资讯网上面，让大家可以下载。另外呢，就是有关于受理报名也是跟之前一样，就是您随时 ready 的要准备要来做受评，然后就可以随时受理报名。以上说明。那另外下面有一个是 LIT David 林的询问，他问老师好，因为环保因应环保纸本功能都整合在平板上了，如周边的景点、客房设备介绍、推荐菜色等，请问这样非纸本的功能也合于基于分数吗？David 的问题刚才有类似的问题，那我再重述说明哈。假设您的我现在像 Google Map， 它其实的功能是很多的。可是，假如你的饭店还有一个 App 是跟你的旅客常常问的问题，它的餐厅的介绍或是景点的介绍是超过 Google 的东西，那就等同是你自己有简易的地图或是最新的简介的资料。所以我们是鼓励这个的。那假如你没有，那假如 Google Map 的功能都有，那客人去你的礼宾司要问什么东西、而且我刚才也讲过了哈，当一个旅客去礼宾司问问题的时候，那你的礼宾司的人说，请你等一下，他上网去看地图，去查询了，那告诉你，那客人也可以做嘛。所以我说，他要不要查询，还是他马上的可以直觉告诉你说，哦，我们附近有什么餐厅，我们客人去吃的评价是怎么样子，而且他会讲说，我们客人的评价跟网络上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把他个人的专业跟经验呢能够表现出来，这才是礼宾司的价值，他才可以挂金钥匙。金钥匙不是你做久了就可以了，你有专业知识，你有尝试。所以我在讲说，假设你们公司可以提供比一般的客人在自己网络可以得到的东西，那才叫做服务嘛。所以假设能够把你的简易地图或者那些附近的景点的基本的东西你把它设计出来，然后让客人可以下载或者可以转述的话，那就会很好。好，那我们再请下一个问题是君品的来宾问，老师好，请问开业床的服务和房内一次性的备品，两者都是依照客人需求才提供的话，这样可以算分吗？是这样子，你们比方说夜床服务，你们就是个标准的，然后客人告诉你说我不要，那你就可以不提供。那你不能说客人你们不是标准的，那客人说我要夜床服务，那你就去做服务，对不起，那个不叫标准的服务，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是你有啊，客人说我不要，一个是客人没有说我要或是不要，你全部都有，那才是叫标准的服务。它不是 on request， 它不是硬要求的。因为我刚才讲的哈，我们在讲四星级的饭店叫全备型的饭店，那个一星级的叫做资源型的，就是有问有给你，跟我本来就有，那你说我不要打搅，说我不要，那就是另外一种回事。所以夜床的服务是标准的，假设你要那边得分，而不是说客人说，哎，请你来帮我做夜床，啊，没有叫的都没有，对不起，你应该是每个客人都要做夜床才可以。啊，客人说你不要来打搅我，我不要夜床，这才是应该的一种态度啊。所以我这样说明，我希望你能够了解。那下一题是
台湾星级旅馆协会秘书长黄婉琪的提问。黄秘书长他其实这五场他都非常的认真，然后来参与我们的说明会的讨论，也为的业者来争取一些福利。那他这次的问题是，第一个，建请观光局于每次国内及海外旅游展能够让交通部观光局标章的星级旅馆扬名，使得消费者知悉。第二个问题是，请为星级旅馆争取享有税制上或金融贷款等特别优惠与待遇。那我们这一题请我们旅宿组副组长简副组长来回答。是，谢谢黄秘书长。那我想星级旅馆的这个品牌在局里是我们跟这个浩客民宿同时都是我们局里对于旅宿业者极力在推的一个品牌。那在星级旅馆的这个部分，其实包括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振兴的一些相关的方案，不管是自由行或者是团体旅游，入住星级旅馆都有特别的这个加码，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星级旅馆的一个特别的支持。那其实包括一直以来我们的这些品质提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办法，对于星级旅馆也都有额外的这个加码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其实局里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也都一再的这个支持。那另外呢，在于后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推广的部分，那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星级旅馆一个推广的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我们会持续的来去做进行。那以上也就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呢，就是能够有机会先做好自己的这个健检的一个评鉴，那也利用我们星级旅馆，我们局里绝对会帮大家做努力的推广，谢谢。好，谢谢副组长。我们现在还有另外的是几个问题。那个像继续有 David 林的来宾问说，老师好，手机投影的功能会依照 Android 或 ISO 的装置的不同，是归类客人装置或操作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客人的操作装置没有办法作用，是否就是没有拿到分数？解决啊。因为手机有两个系统嘛，一个是 Android， 一个是 Apple 嘛，哈，那它的这个连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能叫我的委员两个手机都带去，那因为怎么样子，客人就是他的手机是什么手机就有，所以你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假设您只有 Apple 可以，那 Android 不行的时候，那 Android 系统的客人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想要连线，那你可不可以协助我？OK， 那假如是你的是只有 Apple 可以连接，然后那个不行的时候，他会就要求你的协助，那你看你可不可以解决。好，那分数会怎么打呢？假设你没有，你两个都可以，那当然就是满分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你只能一个，那你没办法解决的话呢，我们就会酌量的减分，你了解吗？刚才其实那个充电系统也是一样，你只能特斯拉的，那其他人不能，那就会有问题了。那假如说全部都可以，你有万用的插头啊或跟什么就可以去做，所以你要考虑 大量的客人的方便性为主，但你不会没分数，可是它就不会是满分。好，我们下一个是美孚的来宾请的问题。老师您好，请问关于总机的部分，我们已改成语音总机进行进线分类，电话导引至各厅，这样是否会影响总机的评分？绝对会。我相信大家一定打过客服，你的0800，你的电话，你的手机应该怎么？你喜欢一下就有人接呢，还是说国语请按一，台语请按二，查账单请按三，挂失请按四，然后最后再讲说请按九，由专人帮你做服务，你的效率就减少了嘛。所以一般的饭店，我必须要澄清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自动化跟什么的，可是饭店就要提供人跟快速的服务。什么意思呢？不要等候，有人情味是重要的。所以一般大型的饭店它会分有两个总机的代表号，一个是给一般的客人打的，比方说我一个很简单的号码5971234打进来，你要订房你要干什么都可以。可是跟
另外一种会打进来饭店的这些人呢，他是要找你的行政单位，找人事，找工作的，采买的，他是要记者来访问的，他会找到你的业务部、公关部、你的采购部跟人事室的，他就会有个行政总机，那个就是语音信箱的。因为会打这个电话的人，他通常是有你的名片，那上面是有分机号码的，所以请直播分机号码，这个时候他只要拨分机号码他就转过去了。可是一般的客人怎么会有分机号码呢？他全部要听你讲完中文、英语、日语，分机号码再出来，请问这是好的服务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减分的，大家懂吗？你要用一般消费者的概念去想这些事情。可是因为我知道总机就是一个看起来不重要，可是它其实是第一印象，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的客人， 我自己辅导过很多大企业，中华宾士、中华台湾大哥大，这些他们都有那个语音信箱的那个客服的。你知道客人经过那个转接以后，等了90秒才接的时候，那个火气都已经上来了。所以其实要减人或干什么，你们真的要去想想，对什么东西是客人在乎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把这个服务，你若是要把它机械化、自动化，可以，可是方便性跟人的温度还是要保留，那才可以。否则的话，真的你要讲听完了，他就打去别的电话去，别的饭店去定位，或者去订餐了，这样子啊。我希望这个说明有点激动了，可是就是我必须要说明清楚，大家才能够理解。谢谢。好，那么下一个最后的两个问题，就是有一个Chris 的来宾问说，老师及各位同业好，因为 PMS 作业系统的进步，目前许多饭店已经有自助 check-in 的机器，若使用自助机，业者申请星级旅馆评鉴，前台入住服务的分数是否会全部是零分？我刚才讲过了，你只要是可以 pre-check-in 或是在手机上做 check-in， 你不用到柜台去的，你只要你设计的那个 check-in 的流程是吻合我们在柜台 check-in 的流程是一样的话，你分数就会出来了。所以 它不会影响，它绝对不会影响。可是它反而会在后面你的加分，就是你的自动化里面 你有分数还可以增加的，别人还没有你还可以增加分的。可是你的设计的流程是人性化的，是方便的，这个是重要的，是有分数的，包括手机 check-in， 包括那个无人柜台的，就是自动 check-in 的那个机器，都是比照人的 check-in 的方式去计分的。好，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Frank 王的来宾来询问的，他说，请问苏老师，客房内的电话上没有拨打房务部门的快捷键，房务服务方面要如何评分？以前老的饭店会有柜台，会有前台出纳，会有房务部，会有客房餐饮，会有健身房，会有洗衣服，所以它一到九都有直播间，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子了，有很多是那种 one stop service 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我要morning call 的时候，我打下去你的 one stop service， 我就用总机的项目去评。好，我现在要房间的清理或是我要房间的备品的时候呢，我打下去可能是同一个人，那我就会评房务部的电话的项目，你理解吗？我们没有一定你要设那么多的人，可是你的所有的功能都要具备。所以这个时候评鉴的委员可能早上是晚上是，也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你同一个人他要被你是三个单位，有可能的。那这次因为我们去评鉴的都有过夜，他时间是充足的，所以他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跑到一个班别里面的那个人上去了，他一定会有两个班别或者甚至三个班别的时间去试这个你的电话、你的这个订房、你的所有的都会有这个平均的机会去的，所以不会有不会
不会因为你是 one stop service 而影响到你的评分、啊、绝对不会的。我们是以功能来做这个，但是明显的是 你有分工的话，应该他的服务品质会比较好。你一个人要懂那么多的事情，他就会手忙脚乱，他记很多的东西，他的效率事实上会减低的了。啊，假如当然你的员工教育训练很好的话，减低的 效果可能还可以达到原来的标准，可是假如没有的话呢，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这叫 give and take。你要投资刚才讲的国产的跟外国的，你的面积的大小，你提供的自动化的东西，那跟你的分数总比都是有关联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服务跟人性化、方便性、跟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跟饭店要提供殷勤的服务、跟体贴入心、关怀客人的那个，这个是我们整个在硬体评鉴跟服务评鉴凑起来的时候，其实有个很大的主轴在这个地方，让客人真的是觉得星级评鉴出来的旅馆都是好旅馆，所以才会设这么多的项目。没有要三星或两星、一星的旅馆全部要达标，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设备跟你的人员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啊、客人付那个样的价钱，他期待应该也是能够吻合的、啊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然后最后呢，是不是请我们副组长来勉励我们这几次的说明，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些结尾的话，谢谢。谢谢苏老师，谢谢各位与会的先进。那我想非常感谢大家这五场的这个参与。那因为星级评鉴就如同刚才有特别说明，星级评鉴这个制度对于旅馆 局里面对于旅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五次的这个说明会，然后能够更了解整个的这个运作。那如果说后续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把它综整起来变成一个 QA 的形式。那在七月正式上路之前，我们就会在这个网站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疑义的话，那也就欢迎大家就是在拨电话进来询问我们杨小姐这边。那我想大家应该也都非常跟我们家黄这个杨小姐都非常的熟悉。那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杨小姐也非常的乐意跟为大家来做这个解答。那非常谢谢大家这一阵子的这个踊跃的参与，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星级评鉴的这样子一个制度，继续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说明会就到此结束，谢谢。那麻烦大家就是可以退出这个。